从前呢，有只小马，它呀，它想回家，我说这我怎么没有人来呀？小马就想妈，我怎么办啊？怎么办？它想回家，它就我。我跟你说，游戏开始了。怎么办？我不耐烦了，这好可怕！我回家。爸爸，我困了。我烦了，我炸了，我怕你。赵毅，把这门弄开。我怎么没了？哇！雪莉，你看。去哪里呀？不是老爸，是爸爸。爸爸，我是一个看似严厉讲规则，其实内心很慈祥的父亲。我有两个孩子，女宝贝儿叫刘妮娜，3岁；男孩宝贝儿是叫刘东一，4岁。哇哇哇哇哇！哇，我觉得好帅。那当然，谁帅？你还有我。你要说我？哎。有些人认为他帅，其实是帅的基因是从我这儿来的。啊，对，我也很帅啊。要慢慢的走，是不是？现在，咱俩换一个位置，你来开。我是胡军，我有一个儿子叫胡浩康，今年6岁。啊！儿子，没了没了！你开车跟你妈一样，这么疯狂。啊，这什么情况你？掉头，掉头回来！我儿子最大的特点啊，就是酷嘛，表面上装得很冷漠，其实内心是非常狂热的一个人。我有一个麦克风。谁抢走了？我有一个5岁的小女儿叫 Poppy， 夏天。这是我做的花。妈妈的天时候就要给妈妈，所以要做 Mother's Day， 是不是？是。中文怎么说？妈妈的天。母亲节。母亲节，可是妈妈的天也很棒啊。她是一个喜欢逗别人开心的小孩。我是周世明，我有个儿子叫周明轩。他是一个非常天真、可爱，而且不是一点点倔强的小萌男。大家好，我是林永健，我是一个颜值很高很高的爸爸。娘啊，你咋不认你这个亲儿子呀？就是我儿子一看吧，就是我的儿子，绝对不是隔壁老王的儿子。今天晚上你就回来了？对呀，爸爸晚上就回来了。我今天非要扇贝和螃蟹，别闲聊了啊！不给我正脸看，你说说。李大俊，哎呦我的妈呀！别闲聊了啊！合作伙伴，蓝月亮洗衣液，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欢迎进入伊利 QQ 星，爸爸去哪儿？爸爸去哪儿由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
你说叔叔早上好。叔叔早上好。不是，咱俩今天去的地方暖，需要穿特别厚的衣服，你知道吗？然后爸爸把那个你的那个，我打喷嚏了。从您的角度来说，还是觉得老公陪孩子的时间还是少了一点，是吧？不是少了一点，是少太多了。其实他们俩要在一起对诺伊挺好的。嗯，三姨，三姨，你小心诺伊，诺伊你小心爸爸啊！喂，我去到水里。嗯，我掉了。哦，这你现在沉了，行，那咱们去洗脸刷牙好不好？我掉了。你不会掉了，咱们去洗脸刷牙来。爸爸，这个袜子我有点创伤。只能说你妈妈太会过日子了。嗯，听奶听爷爷奶奶话，大哥。再见，爸爸。再见，妮娜。行，你啊，跟哥哥走吧。就剩咱们爷俩了啊。对。嗯，专业教训。啊！我不吃。那给你包，你咋不吃啊？我不爱吃鸡蛋。猪蹄儿，猪蹄儿。爱吃啊？大猪蹄儿。大猪，我什么时候成大猪蹄儿？你快点，快点，你快。大鸡肉。起来！他们怎么会在这里？这个很棒，比较平的。这怎么行？用这个方式送你过去会比较平，你知道吗？好 ，OK 了吗？我们现在可以走。爸去了，万秋不行。你怎么这么早？啊？你怎么这么早？你比我们还早。箱底儿，真的没事，他这段会掐掉。哎，哎，小子，哎，哥们儿，哎，哥们儿，哥们儿，走吧。没事，我觉得郭军同志应该可以想办法。没有单独带他出去，他妈不在身边，我觉得我会容易抓狂，会乱的，心里有点怵得慌。没有，这第一次，这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从来没有的。
从来没有，还真没有。一年365天，我有350天在拍摄现场。在他们第一次喊爸爸，第一次抬头，第一次爬，第一次走，我都基本上没有在他们身边，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那也没有太多真正交流。我没烦他呢，他先把我给烦了，他先烦我了，人家自己走了就。我是他的玩具，我也花很多时间跟他在一起，比任何东西重要。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旅行即将开始，不过在这之前，他们要经历一场特殊的密室测验。我们准备了暗藏摄像头的空房间，告诉爸爸们接下来要接受采访。但是在采访之前，除了无聊等待之外，别无选择呀。爸爸们会如何度过跟孩子单独相处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面玩。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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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不傻？我傻。采访你怎么说呀？他要是问你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说？林。说你来干什么来了？参加节目。啊，什么节目？爸爸去哪儿？爸爸在这儿吗？在哪儿？这不在这儿吗？你不是我的爸爸，你是戴个假头套去抓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啊，你就戴个假头套，把它给我摘下来。喝点水，来。啊，你看。这个新规看，电，这肯定有电吗？这有没有电，爸爸？有电。有，这个能把我给电死吗？那这能把我给电死吗？电不死。哦，哦哦哦，他们就听到我，他们就赶紧伸手把一只赶紧跑过来，我就可以找到他，我就高兴地抱起他们了。哇，好像公主的房间哦。Turn around， 你衣服都 good。That's a good pose。再给我一个，再给我一个。那太 over。哎，没戏，他们肯定把门先关上了。哎呀，我不耐烦了。肯定会出去的，咱们肯定会出去的。我现在都要出去。小心！哇！爸爸，爸爸！我困了。那你先睡吧。是不是太亮啊？这个地儿是不是太亮？对，我都刺眼睛了。哎呀，这个腿，我看，哎，别动，怎么办？怎么办？天黑我们就没吃的了，怎么办？那你叫救命吧。救命！你这样人家都就会开玩笑的，还笑着转。你用你自己魔法打开门。阿布拉达布拉，阿布拉达布拉，那我的手让你可以打开。哎，啊，那没事了。哎，不着急，不着急。咱们找个什么线索呢？怎么样？这样。这有个东西，看没有？那是个好像是个摄像头。你先出去，然后给爸爸开门。好。站着东西了吗？站着了。站到了吧？太好了。好。
就像没发生一样。耶耶，哇塞！是不是让我找这个线索？No, 这不开玩笑，诺伊，这不必须放嘴里，电池不要放嘴里。能不能吗？我给你听这，你听音乐，亲爱的。我在敲门，如果没人开，我就把这门弄开。罗罗在吗？雪莉，爸爸玩游戏把那门看一下就啪开了。你看啊，你不用看，你看啊，咱是游戏，亲爱的。我说爸爸没不是生气。喂，来的。没开，那爸爸再试一次好不好？喂，可以出去了。刚才他差点就把我们给关起来了。这个是谁 ？The bad guy。外星人。外星人。他是外星人。外星人。不是坏星人。外星人，他是好心的。坏。好，谢谢各位。刚才是为了真实的评定你们父子之间关系做的一次测验，现在测验完毕，门已经打开了，欢迎您和宝贝们加入《爸爸去哪儿》。最后编导再说谢谢你们来爸爸去哪儿，那一瞬间我那个眼泪快下来。耶，我真的很感谢这有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关门。哎，我们继续聊啊。哦，好，要在那边聊吗？对，好，拜拜拜拜。其实你不觉得我们已经在里面很久？他的游戏太幼稚，我玩玩我就没兴趣了，我变成纯陪吧，我就特别无聊。面对孩子，在孩子的面前，他很嫌弃你，你没看出来吗？耶耶，哇塞！得满分多少分？这个游戏，60分。你可以吃60个棒棒糖。我什么都不说。弗兰德该带把的不好的，把的不能带回来吧？知道我在说什么？给你家里的人排名，你爸排第几啊？排第零。真的像个男的，但是男的怎么是长头发呢？啊，你管呢？你见过爸爸留长头发吗？见过。哪儿？天，那个降龙十八掌穿着个烂浴巾。什么叫浴巾？那穿的那叫衣服，什么叫浴巾呢？我想跟他一起聊会儿天。聊什么天？我前几年见过观音菩萨，他劝我跟你一起聊会儿天。观音菩萨劝你？他说那个诺伊，你跟爸爸聊会儿天，在他的车里头，我一会儿就可以给你好吃的糖。我说你觉得这会不会很艰苦？那你觉得呢？会不会很艰苦？不会。妈咪，你看。
呀。你看它不会咬人。我爸爸。OK， 没关系的。看。爸。不用怕。我看。我、哦。欢迎收看由成长只有一次给孩子最好的伊利 QQ 星冠名播出的爸爸去哪儿，感谢合作伙伴中国洗衣液领导品牌蓝月亮洁净在身边，指定座驾长安马自达全新 CX5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爸爸和孩子们的第一次旅行来到了陕西省北部的革命老区榆林市子洲县，厚实的黄土层，空旷的高原，铸就了黄土高铺的风骨神韵。热情好客的子洲人民正静静地等待着爸爸们和宝贝的到来呢。来，乐一过来，一会儿见。哇，你过来看看。大不懂啊，听着我的话，大不懂。我们下车，慢点慢点，等爸爸，等爸爸，等爸爸。Hello，Hello，Hello。High five 一下 ，High five 一下。哎呦 ，High five！ 谢姐姐好。High five！ 哇，他转的好帅哟、哦。睡得好吗？你问他，打算跟他讲啊？怎么听到？睡得好吗？哟，很好，很好。对，哇，你爸爸的手指甲是不是你涂的？对呀、啊，我也是，好 Q 啊！你也要吗？你要不要跟他？要不要？我也有。他逼我的。啊，好漂亮，好漂亮！你看姐姐手漂不漂亮？你看你的手这么粗，好丑哦，是不是？呀，国产的山上呀，呀国在那个咱们喇叭山。那个小心这里哦，小心姐姐。看那个小毛驴，你好。刚才我的歌唱的怎么样？好不好？那里的奶奶趴在那个沙窝窝里啊！老乡们，欢迎来到由儿童奶品牌领导者伊利 QQ 星独家冠名的爸爸可奶。欢迎来到陕西省子洲县。望洋洼村，我是村长李瑞，欢迎大家。好，那看啊，那乡亲们啊，都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了。乡亲们，亲人们来了，咱们进村庄。进村了，走。我来了，声音声音会很大，捂住耳朵，耳朵突然就会聋的，快点捂住。哎呦哎呦，快扶扶一下，赶紧扶一下，赶紧扶一下，哦。好热闹哦，好不好玩啊？今天要下来，那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哈，我下来了，哇，啊，那不理我们了，你不理我们了，你们两个不理我们了，是不是？我们走了，我们走了，他来看我下来。我喜欢康康哥哥，我是康康哥哥的好朋友。那你又是康康哥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好朋友，好吗？你、好吗？
啊，我和康哥还有你一起都是好朋友。哎，拉着他，好，来拉手。爸爸做爸爸。快来，来，都在这一边。好，来，我们集合，站到爸爸这里。来，萱萱集合在爸爸这里来了。萱萱，你长大了，你长大了，结婚也要回家的呀。好，宝贝们好。好，村长好。村长好。谢谢，宝贝们，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儿的房子跟我们住的不一样啊？有三栋呢，酒店里。酒店里，我们是住酒店吗？好，告诉大家啊，这儿的房子都叫做窑洞，当地的老乡们呢会在山里边掏一个洞，然后就在黄土里边建房子，这个就叫做窑洞。我们在这两天呢都要住在里头了。哦呦，那怎么住呢？我们就要开始选了。大家看这里边啊，这里边有一个小羊羔，有一个扫把，还有一个面花，还有一个玉米剪纸，对不 对？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在里边来任意挑选一个，你们选了哪一个就住在哪个窑洞。你想选哪个？就是一二三四，还是来一个羊吧。想选羊是吧？大家选好了不准后悔啊。轩轩，选哪儿就得住在哪儿啊。好，我们选羊了。完了，这心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的。完了，没事，没关系。大金，你选什么？除了羊以外，这个，好。萱萱，这两个已经被别人选了，然后就这个，还有苞谷米，你最喜欢这三样，你最喜欢哪个？你指一指。苞谷。好，苞谷啊，好。什么？不是，我觉得应该选笤帚。没事，放哥哥那儿。哎，波丁诺，很，你听我说，诺伊，你讲，哎，有这个，有这窗花，有这个扫帚，你选这两个，你选一个。爸爸不看啊，命运交给你了。这真不干的。你选一个，诺伊。选一个，诺伊，没关系，大胆的去选。你选哪个？你觉得？不，除了这以外，只有这个和这个，这两个你选一个。好，笤帚拿起来。选这个，诺伊一看就是爱特别爱干净，是吧？为什么选这个？能扫地，因为扫地。因为它可以扫地。我也爱干净。第五个就是夏天的了，夏天自己去拿吧，窗花是你的。好。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你们所有的手机、还有零食、玩具全都交到村长这儿来。把你的手机给我，爸爸，把手机给我。好。钱包扔里了啊。这都要交的。在这边我要先表扬康康，他刚才告诉我说他爹偷藏了一包咸菜。这是你妈干的。你把咸菜给交出来。胡浩康。这儿呢。拿走吧。这是什么呀？咸菜。还要给我，给村长。哼，村长，他是骗人的，我已经发现咸菜了。发现了吗？哼，这里发现了没有？这里的。这完了，这太狠了，这个。不信。这里还有吗？不行嘞，你这个得交出去，不能藏起来。啊！你又给书上翻出什么来了？翻出小吃了。这些哥哥把吃的全部都交出去了，你不能留的哦。我好饿。我知道饿，这里有吃的。把它交出去好不好？
那把这个书包扔了。我们只把吃的东西交出去，我们过两天录完节目，我们就可以。关圈圈，关圈圈，好不好？我们把糖交出去，我们要诚实，好不好？你看，姐姐、哥哥、姐姐们全部都把它交出去了。不，这是我饿了怎么办？饿的时候，爸爸会努力给你赢得食物。不两天我们走的时候，他还给我们的。姐姐，你都把你的零食都交出去了吗？对呀、啊。对呀、啊，你看姐姐都交出去了呀。我们要跟姐姐学习，好不好？他怎么了？他还有一包糖，他不愿意交出去。哎，轩轩。对了，轩轩真棒。轩轩特别棒，轩轩。下，往这边，警察完了，然后警察箱小箱子。哇，这个自己交给村长，藏得这么深的都把它交出来了，对不对？给我。对。好。警察小箱子现在。好，棒，真棒，很棒，很棒，很棒，轩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好不好？就在那边，老乡们已经准备好。